接下来请收看中华美德故事。包松人，清朝时期江苏泰兴人，以孝行闻名乡里。孩子，爹娘。仁儿，今天是你15岁的生日，这碗面是爹和娘一起煮的，希望你能健康成长。谢谢爹，谢谢娘。爹，这些活还要来做就行了。爹只是个船夫，没钱供你上学，还要让你天天干苦活。说这些扫兴的话干嘛？看着你们娘俩跟我受苦，我老是觉得对不住你们。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俩也没法住在这屋子里，吃上顿热乎饭呀。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这好日子总会来的。爹，孩儿虽然没读过书，但知道做孩子的应该孝顺父母。孩儿又大了1岁，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帮您和娘一起过上好日子的。好，好。爹，船头大叔怎么说呀？船头说，南方出乱子了。航道不能走了，也没人敢往那里送货，今年怕是没生意了，大家都只能靠摆渡过日子了。那咱们也在这里摆渡吧。孩子，这事儿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呢。哎，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请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吧。怎么这么晚呢？还以为你出事了呢。爹，请您喝水。哎，送完了老张家，又有一家要过河的，就越送越远了。还没吃饭吧？这个给你们。爹，怎么只有半块饼？别提了，路上碰上几个孩子讨吃的，就分给他们点了。好了，咱们也吃饭吧。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娘，孩儿不饿，你先吃。哎，爹，孩儿给您送饭来了。爹不饿，你吃了吗？孩儿吃过了，您快吃点吧，这几天都没怎么见您吃东西啊。孩子，是爹对不住你们，每天只能做些摆渡的活，不收钱，还老倒贴。爹，您做的是好事，他们都是穷苦的百姓，咱们不能要他们的钱。哎，听爹的话，这两袋糙米拿回去给你娘。爹，您这是要做什么？刚才朝廷来征船夫，爹答应了，这两袋是粮饷。爹，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回家吧。别怕，爹打听清楚了，就是运兵到安徽，有2个月就回来了。那孩儿跟您一起去。那你娘怎么办？啊，你长大了，爹不在，你娘和这个家就全指望你了。爹，您放心，孩儿一定会照顾好娘，等您回来。嗯。
父亲走后，包松仁将家里的重活全都揽在身上，一天也没有松懈过。仁儿，吃饭吧。娘，孩儿这就来。咱家虽然有两升糙米，但娘怕你爹回来后没得吃，咱们也只能省省了。娘，这些就够孩儿吃的了。娘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哦，您说。咱村里有几户人家好几天都没吃口饱饭了，娘先给他们送点去。是，孩儿这就去。哎，你爹走了以后，你每天砍柴挑水，娘却没法给你做顿饱饭吃，反倒……娘，您别难过，孩儿也知道眼下日子不好过，等送完粮食，孩儿再去山里采点野菜野果回来，给您做顿好吃的。娘吃这些就够了，剩下的你留着当干粮，听话。这些也不知能吃多久。哦，还是留给娘吃吧。你是不是饿了？嗯，给你。啊，谢谢哥哥。小兄弟，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只是想上山。你一个人上山太危险了，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没事的，走吧。那我不上山了。小兄弟，咱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的。其实我家就在村东头。那里不是地主的家吗？难道你是？哥哥，我还是害怕，咱们回去吧。小兄弟，咱们刚才不是说好了吗？不能让你父母着急啊。可是父亲说要狠狠地罚我，我都听见了。你父亲说的是气话，如今不太平，他们找不到你肯定很着急的。咱们做子女的应该让父母知道咱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这样父母才不会为咱们操心呢。哦，我知道了。老爷，您身子不好，我们去就行了。啊，不行，这都多久了，我坐不住啊。父亲，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父亲，是孩儿不对，孩儿是想给母亲采点他最爱吃的果子，就跑进山里了，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你为何不回家呢？孩儿其实回来了，可是听到父亲说要狠狠惩罚孩儿，就吓得跑回山里去了，多亏了这位哥哥带孩儿回来。啊，小伙子，多谢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老先生，小兄弟他也是好意，想让自己的娘高兴，您就原谅他这次吧，我相信他再也不会乱跑了。父亲，孩儿保证不再乱跑了。哥哥说做孩子的要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去向，让父母安心。啊，你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起来吧。谢谢父亲。小伙子，我老年得子，心里头只有这个孩子，今日你可是救了我们父子俩呀，这些就当是谢礼了。老先生，这些您还是收回去吧，我爹是个船夫，每天在渡口摆渡，一心只想帮助穷苦的百姓，从不收银两，如果我拿了您的银两，就会违背爹的志向。原来你是包船夫的儿子，你爹他们回来了吗？月底就能回来了。好，等他回来，我有批货要运到南方，可以交给他。老先生，南方很乱，好多人都说这货运出去就没了。小伙子，那是有些船夫借着世道乱私拿了货，不过你和你爹善良老实，我相信你们。谢谢您。啊，天色不早了，快回家吧。啊。
小兄弟，哦，这个给你。嗯，谢谢哥哥。告辞了。告辞。爹，娘说的对，等您回来，咱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还没回来？这都三天了，会不会出事了？娘，您先别着急，也许是前几天天气不好，就耽误了。明天孩儿会再去渡口等着的，爹一定很快就回来了。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娘，外面风大，孩儿去就行了。娘心里实在不放心。包家媳妇，你快过来。大嫂，这是怎么了？又来招船夫了，之前去的还没回来，又要叫人去，你说会不会？请问之前去的船夫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只是来招船夫的，其他的不知道。孩子，有消息吗？他们说不知道。孩子的爹，你到底怎么样了？娘，娘，大概是太着急了，咱们先扶你娘回去。娘，有人吗？老先生，您来了，快请进。啊，你家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娘怎么样了？郎中说急火攻心，需要休养。哦，我带来些吃的和药。老先生，多谢您的好意，可是我真的不能收。小伙子，我知道你不肯拿，但是你得为你娘想想啊。老先生，我给您写张借条，就当是……哎，小伙子，这种话就别说了。哎，老先生，您是不是有事情想告诉我呀？是不是跟我爹有关？我知道这事儿也瞒不了你，我打听过了，南方的形势不太好，这兵就都跟着运过去了，可还是不够，才会来征船夫的。那我爹也是去了南方才没回家？应该是的。您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吗？这个不好说呀，快了也许两三个月，这要是控制不住恐怕……哦，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开口。您能来告诉我爹的消息，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多谢您了。好吧，那我先回去了。你，我劝你还是要做好打算。哎，娘，您总算醒了。娘，您喝口水吧。我这是怎么了？郎中说您是太着急了，休养几天就好。有你爹的消息了吗？孩子，你怎么不说话？娘，爹他被派到南方去了。是这样啊。娘，孩儿不孝，不能让您安心，更帮不了爹。傻孩子，别这么说，咱们之前都不知道你爹是生是死，现在总算是知道下落了呀。可孩儿怕爹他回不来了。孩子，娘想把你爹找回来。娘，南方那里可不太平啊，咱们也不知道爹在哪里啊。这些娘都知道，可娘总觉得有你爹在，咱们这个家才叫家呀。娘实在不忍心让你爹一个人在外面受苦。娘，孩儿明白了，孩儿去找爹，您在家里等我们回来好吗？包家媳妇，孩子还小，这一路上可要处处小心呐。大婶儿，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好啊，这孩子这么懂事儿，已经是大人了。这些你拿去路上吃。这我们可不能要，就拿着吧。
还得劳你帮我打探我那孩子的消息呢。您放心，您儿子的消息自会帮您打探的，这吃的我们不能收啊。可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在路上挨饿呀。大婶儿，我采野果野菜的本事可厉害了，这一路上我不会饿着的。如果拿了您的粮食，只怕找到我爹，他也会气得不想见我了。这孩子真会说话。好吧，但愿你们能够平安回家呀。娘，时候不早了，我该上路了。等等，等等，小兄弟，你怎么来了？父亲怕你走了，叫我先过来。啊，您就是松仁的母亲吧？多谢您对我家的帮助，这份恩情我们一定会还上。啊，松仁帮我找回了儿子，要说报恩，那也应该是我呀。哥哥，父亲要送你一艘船呢。老先生，这我可不能要啊。是啊，我们已经收了您的吃的，可不能再要别的了。南下走水路，毕竟会快一点，这时间可不等人呐。可是，小伙子，我这一辈子是挣了不少钱，但也忽略了与家人的相处。你对爹娘有多孝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就让我帮你一把，也算是对自己家人的补偿。哥哥，你就同意吧，等回来的时候把船还给父亲不就好了吗？老先生，您的恩情我一定不会忘的。快起来快起来，照顾好你爹娘就足够了。娘，我走了，您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爹的。娘会天天在家为你们祈福的。包松仁驾船南下，探寻父亲下落，一转眼已过半年。看来坚持不了多久了。不好！救命！救命啊！包家媳妇，这是怎么了？看你有些心神不宁啊。我刚才好像听到松仁的声音了。肯定是你太想孩子了，这出去也有半年了。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儿到南方去找他爹，请您一定要保佑他逢凶化吉呀。我会每天都去做善事，只希望他们父子俩能够平安归来。这半年来你日日为他们祈福，相信老天一定能听到，保佑他们的。多亏老天保佑啊，我们听到了你的呼救声，不然这么大的雾根本看不见人在哪儿啊。您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报答的。哎，这船烂成这样估计是没法修了，还留着干什么呀？我离家前答应过别人要把这艘船还回去的。哎，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不过我劝你还是快回家吧。没找到我爹，我是不会回家的。现在连船都没有了，还能怎么找啊？就算走遍整个南方，我也会去找我爹的。东家，您看，从江里捞出来的。这是从哪儿来的？从那边飘过来的，还有好多片呢，可能是有船翻了吧。是爹，我要去找我爹。哎，前面是急流，又有大雾，可不能去啊。再说船都翻了，一去了也回不来呀。我有办法。娘，我一定会带爹回家的。孩子，你们可一定要平安归来呀。爹，您听见了吗？是孩儿啊，孩儿来找您了。我在这儿啊。啊，爹，孩儿这就带您回去。没想到真能把人救出来，这真是老天的造化呀。我本来已经不抱指望了，这眼睛都闭上了，可听到了人儿的声音，
我，爹，您受苦了，孩儿这就带您回家。可是咱家的船，爹，只要咱们在一起，船会有的，好日子也会有的。谢谢您保佑我家，我一定会多做善事来回报您的。包松人只是一个船夫的孩子，却有勇气出门寻找父亲，可见孝顺父母不论尊卑，不在富贵，最重要的是儿女要有一颗时时关爱父母、体贴父母的孝心。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报名对象现佛教僧众，每堂限50名，费用由学会供养，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1周额满为止，报名方式网络报名 www.absle.org/trainingg/。 课程内容详见官网，洽询电话02-2747-8687，02-2747-8687，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高雄弥陀海明寺发起与佛有约，成就山门之构建。缘起，民国96年，恩师净空上人命悟豪来到弥陀海明寺发心整修，至今工程中包含购置伽蓝殿前广场右边土地及凉亭小木屋之建设，内部寮房重新装潢及各殿整修粉刷，乃至宝塔重新整修，假山停车场及电梯安装，
业已完成，让海明寺令人容易放松，清静而不严肃，却不失庄严的修行道场。唯独海明寺尚无山门，而此时机经济疲乏，前方土地、民房及盖山门工程预估约5000多万，故生此念，开放宝塔五楼僧众塔位给50位，发心护法 VVIP 功德主与佛有约，来成就山门之构建。此因缘记载，海明寺后代佛子、佛孙莫忘施主恩，因欢喜履行与佛有约之义务条款。洽询电话0761962410，0761962410，高雄弥陀海明寺。据说在明朝的安徽迎庆寺，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时，常住会派给每位僧人一个月饼。然而有个小沙弥肚子饿了，准备拿起月饼充饥，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很饿的小狗，不停吠叫，摇尾巴，绕着它转并乞食。小沙弥屡挥不去，便踢了一脚，小狗因此哀嚎逃开。小沙弥顿时后悔，我饿了才要吃月饼，他不是也饿了才跟我讨东西吃，为什么我要踢他一脚呢？于是就把狗找回来，剥半块月饼分他充饥。自此时光顺逝，小沙弥在69岁时已是位老师父，掌管大殿香灯师之职，而当年的那只小狗也转世为人做县长。有天县长前来烧香，众师将寺内外打扫干净，并于山门外欢迎县长。见大众师父对他毕恭毕敬，县长欢喜不已。谁知入殿后发现殿中香灯师没迎接他，一怒之下命侍从打他30大板。回县府后，县长心想，到寺拜佛本为职府，应对三宝恭敬，没迎接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打30大板呢？职服不成，反罪过弥天啊。为补偿这个过失，便建造一所小寺院来供养香灯师。香灯师闻后心想，这寺里已经被打30板了，过去修行可能被打到连命都没了呢。于是怕得不敢接受。此时住持和尚是位具有慧眼的正果圣人，告诉他，县长的前世正是那只小狗，并将前因后果一一告知，香灯师才肯接受县长的供养。最终于3年后72岁时圆寂。因此那时的丛林道场流传了2句名言，一脚30板，半饼共3年。由此可知，因果报应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若明了因果，自会谨慎三业，进而断恶修善，即是学佛的第一步。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好，第六名叫一般性一点，名字大话就完了。那个什么第六名的这种男的，一家叫了，家里名字叫男的，这种人我让做的最棒的。大伙都说了，连说话不出去了。然后身上嘛，这那个人就身体说我好多，他大伙儿记住了点，就全部叫上去。然后那路叫一马去，那十几年十几年了，一起嘛去的，他住过的，他嘛住过的了，这样的事老得出来的，就身体感染马上身体身体大，呀。上那么多激动的人，实际上我哈不能，这就是他住，他在这在这住，他住的，那在他住都是这个事情。这这从哪里打理过来？打理这个怎样？这从这怎么个云南人的？这从主管是好，那是不是把村民的你村民包了的？这然后那路一叫一马去走，他打那路。一般的，不是说经常讲的，没法做到上面。没了多了，就把房子没有去。现在了五年的哈普通上了，你就说中他什么样子，现在跑到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马吉曼卡，马吉曼卡，刚才讲马吉，他把我叫没把搞完没把抓没把这那什么，他们这不弄，他成功不过来的人，他出去。这样的事让你觉得这个总是今年啊不得了是到了那么多别的生命稍微好不用了别的东西得了是下一句提到了自然即是实相却不心那么自然就是实相这一点是说当我们自然的安住自然的处于心的状态当中就像是大圆满里面所说的追击三要里面所说的抉择本来面目那个时候是安住在清净心的本性当中那么就能够保持在所谓的内心的首都或者内掌握内心的国政那个是以自然而自然放下自然安住而处于实相当中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自然就是实相但我们却不信所谓的不信指的是无法抉择的意思让那么无法抉择自心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为实相那么如何抉择呢按照大手印的教法所说的不思议法且观超越性就是对于任何事物不你是单纯的照见着它但是对它不做评价如此能够见到心的本性的广大性那个叫做且观超越性那么在这当中如果不能够抉择升起怀疑心的话怀疑是来自我执的因为我执所以就怀疑了那怎么样让这样怀疑心导致无法抉择心的实相的这个状态也这是一种障碍的状态如何能够遣除怀疑心呢就要透过修慈悲心来净化我执不断的净化我执那怀疑心才不会再再的升起的那么此处所说的自然即是实相那实相是什么呢在片智龙金禅江大师他所写的窍诀宝藏论里面就说了如果通达究竟的实相这个就是最终的就已经遍学一切了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学习了通达究竟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不生不灭的自信在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不生啊不灭啊无得啊亦无不得的这些道理或者是究竟佛果就是那个实相所指的那个就是在不涉及分别念的心的明性当中这个就是所谓的实相而我们所要修的禅修的就是这么回事
为了今天的那个我们的那这种我们的那么的都是身体年纪这一趟就有我们错了样的样子就是这少不得南京从不从这种农民都会有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就是就是彻底上去你中国这种长期的这个把那个他也有的这些结果嘛那么紧的突击的这些他太冲了嘛下面又说了上师在十七页上师之夜悲心诉故事自明当下解脱弃家时哦。那么前面提到了如果有怀疑心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通达自然的放下即是实相那这个怀疑心要如何解决呢这个怀疑心的解决方式就是对上师怀有虔诚恭敬对众生怀有悲心因为这样子的方法恭敬虔诚恭敬上师以及对众生怀有慈悲心能够使我执 减少我执越少怀疑心就能够越淡薄的用这个方法来去抉择实相刚刚所讲的大手印的窍诀不思议法且观超越性这一这是一句口诀那么一句口诀其实就已经如果能够都把握的话就已经完全足以抉择心的本性抉择实相那这边继续讲到了自明这个自明呢可以说是自证或者是自己自身的明觉这个自身的本觉这个本觉指的是大圆满里面所说的觉性或者是本觉那么在了悟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本来智慧在不了悟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心事怎么说叫做不了悟的情况之下它就这个本觉就成为心事呢因为接触了外物为缘的作用或者接触了外缘的作用这个为缘或外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执自我的概念因为自我摄入其中所以它就变成了凡庸的心事的状态比方说我是如何如何我要做什么什么我应该如何如何当我这个概念被拉进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数以百计的种种妄念然后所看到的都是自我的现象这样的话觉性它走的就是心事的道路这叫做不能够了悟觉性本觉的话它就是心事如果了悟的话它就是本来智慧就是那个如实照见一切事物的实在状态如同虚空的那个状态你没办法说它是存在或者是不存在就是像是般若经所说的不可言说或者是言语道断的那个境界心经里面会有一段是般若赞里面提到了个别自证智慧所行境所以的个别自证指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自明或者是己觉就是自身觉性的意思它
它指的就是轮回法的涅。当你真正的通达般若经里面所讲的，或者是般若教法当中所讲的个别自证或者是几觉的道理的话，你真的晓得它的内涵的话，那个就是轮回跟涅槃一切事物的真实状态，或者是自身觉性的真实本性。你抓这个刚跑过来，哪里已经跑过来了？他说哪里已经不一样，已经说生活不让人哪块找的，哪块你没有，这个你哪里你没有，肉体的也少，他得抓你，他抓吧，他现在他中了的，一定是抓吧，他就吃吧，他这得吃不够了，这就忙的。当我们说解脱的，这边说的当下解脱，这个解脱是什么呢？解脱是从自我的概念、二序的概念当中解脱。当真正的通达心如虚空，那么虚空当中是没有二的，心中虚空当中没有二法，没有对立法。既然是虚空当中没有对立法的话，通达心为心如虚空，那么就没有所谓的自他的二元对立了。所以究竟解脱指的是从二取向当中的解脱，在这二取向解脱了二取向，那么一切的妄念都将崩解，而不再随顺着二念，而不再随顺着二妄念转，如此一来就能够视一切事物如梦似幻。就像是我这边有两个发射器，但是它们同样是靠电力发作，它们都是电器，这一点是一样的。用力去把那个水马车子用力把它去把它把这地子不用嘛地子不对所以这样真正他说我叫不打把这真的有人这个叫不打把真的你总大看都不了嘛切的切的把他看都不了这些了接下来往下看到死亡时来，这里的时是指必然的意思了，死亡必然会发生，而心中不去想，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反问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去想到死亡的必然性呢？有没有思考过死亡呢？答案是的，我们有思考过死亡，但是即便想到死亡了，我们仍然没有做什么积极的事情，仍然是一无所成。有你们吃完的人呢陪你们当地曾经这么有人说他们去吃饭的人那也是去了咱们的有人也呢这里去了的呢谁没有连到他都没有开始连过的辛苦嘛地方人连过的辛苦嘛你弟子连过的咱们的你弟子还连过有人啥时候是做不起这里这里嘛就是陪你吧这里有了别人那个三八的你也有了你其他没有吧这一人呢你个头一点吧你们谁吧上次用呢人把其他没有把什么头一点用绿灯龙珠包灯得了什么头一点用的上次在其他的人他都上街方法这种都有的我拼一把他们去写把的沙巴的音乐也有人唱了这种用来说沙巴唱这些儿子把这个人也就是找到的当然唱唱就是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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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可以进来的他们就得了沙巴的音乐的这些人们这里让他们去他们去写把都是先做了他们觉得沙巴的音乐是透露了
既然知道，所以前面问了，就是说你有没有去想死亡必然会发生的？有，你是有想的。虽然有想，但是正法实义不能如实修。正法实义的意思就是说，正法确实能够真正能够产生益处，但偏偏没有去修持正法。虽然你有想到死亡的必然性，但是你并没有做什么积极的事。所谓积极的事，应当是修持正法，因为正法必然是有益的，但你却没去做。那这边所指的正法，当然，从世界上各种宗教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正法最终最究竟的来说，还是要回归到心上，从究竟的果上来考虑什么叫做正法的。那么，是否能够修持正法，要看你有没有真正的做到对。比方说上师善知识具足信心啊，对于六道的受苦有情具足慈悲心啊，你是不是真正有触及珍宝菩提心呢？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究竟的果，就是真正的有在修持正法。因为只要我们能够修持菩提心，修持慈悲心，抱歉，能够修持多少慈悲心，就相应的有多少的善果。比方说以人天善趣而言，借由串习慈悲心，那么暂时能够不断转生于人间，这是仰赖在六度当中修持布施持戒安忍所得的主要的功德，能够在天界享有就是良友善友的陪伴等等，这些都属于暂时人天的果报。那究竟的果报的话，透过修持慈悲心，最终能够承办佛果的，就如同上午的课程曾经讲到的。如果能够具备慈悲的话，则一切所作所为都将转为正法。当然，如果能够修在闭关房里面专修，专门从事佛法的禅修啊，这当然是属于正法。但是，不是说只有这个样子才是正法的。能够闭关固然是很好，但是不必然只有这样的才叫做正法。我们要从果上来考量的话，要能够获得究竟的果，那个果指的就是慈悲的功德，要。得到慈悲的功德，就必须要去修慈悲。那么你有没有修呢？这边就说正法实义不能如实修，就是说你有没有修呢？实际上是没有修的。那为什么不能修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单着今生，我们还活着的，我们在世的时候呢，非常的单着着此生的事物，非常眷恋着红尘的俗世，所以对于因果业力，我们是我们是满不在乎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追随因果业力的规矩在度日，真正讲起来，很少人去遵循因果业力的，就是因为我们太单着今生了。你别连别拉着出去买，那就搞他们这条，他们这条搞这条，你这里这把就结束我们生命的嘞，来就来了，你去就咋了？就上那个靠大洋，就把它砸死。去别个在一起呢，那个就别一起，我们集体打击党国的，集体打击的就说说那那啥那些，连别的嘞，养个伢子什么嘛，但是那瓜子嘛的，弄完之后嘞，统统不要嘛嘞，这到了嘛，都别养的样子，今日嘛，这都前面都这个生意，这当初你搞这个就叫要下火了嘛，是谁？这就好好嘛，他不是一个人的，借给我一点。当中你搞这个好好了，这叫做什么道？必须张生有一点人，月光，你看，长久不能听到啊，这就是什么道我的意思。我那家里当中你搞这个什么道？去他们公司当中你搞些什么药嘞？来不及好好了。没人家改的套数，我们咋个这个不是忙不了的事？没忙咋送？
呀呀，那个，但这个农村农民不做完，这个厂家看到这大大事，三个人都不当的，三个当进来一个，要不基本上收产人人那么的收产，清朝干部干啥事，这厂去了。내만도와서또내미도때다시유일한유일무과제단도자신한테뭐이몸도가뜨거뜨거를하지뭐또와서이몸도가나지시간에뜨거뜨거를하지우리정치가다는소속이야정보는소속이야정보는이만도와자기보는이만도와이야최랑다들이긴가리지토속이가리지토속이지오지우가너와이야나찍东方大吉从我们的别拿但你的东方人吉从我们的我们的他不要的要是出生大吉从我们的他不要的这里多的呀大吉是他们这里多的他们自己是我们的地方跟你发展的事情这里多的一个人一人什么就是当的产品我的一些的人来给你这方面把这块的什么方法当你不能上路的嘛第一你要这样子的你先出来了你也接了一个人在下面提到了叶果地实取舍不如法实地实地就是真确实是真的叶果确实是真的但是我们在取舍上面却不如理而行那么真正讲起来的话说一切的教理完全浸括在因果业力之当中了就像是吉天颂公所说的要分析是否真正通达佛法完全要从是否能够信受业力因果来做判断这是护主吉天颂公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懂得是不是能够对业力因果的道理能够产生体悟呢其实是没有的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复的去思考因果业力的道理没有这样的不断的去做的话我们对它的认识只会停留在了解的层次上并不会真正的在内心深化成为体悟的你没有不断的反思是不会让因果业力的道理进入到心里面去的就像是成就者清灭斗劫他曾经说过想满人生大家都说但是没有人真正懂想满人生的道理他说如果要真正懂想满人生道理就必须深刻的从方方面面来了解比方说主要有三个层面包括了从譬喻来了解想满人生何以难得从成就下满人生的因来了解它何以难得从跟人道有情众生跟其他众生的数量比例来了解它何以难得有这三种方面譬喻成就之因以及数量比例这三方面来了解下满难得的话就会晓得哇其实所有诸法都可以浸括在思维下满难得当中这个是指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懂得什么叫因果业力的话这样子去深刻的思考就会晓得一切佛法其实都可以呼应到下满人生难得的教法当中比方说从数量比例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认为人是何其的多、啊、有那么样多的人口但是你有时候你看一个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如果有个蚁穴就是蚂蚁窝或者是小虫的那个